爸生日你送啥？爸，我把旧车给您，您学会开车以后想去哪就去哪。我年龄大了，不想学了，你给我就捐给心疼人。捐掉啊，那车挺好的，还能卖不少钱呢。你就知道钱，平时忙着赚钱，没时间陪我们。还好有心疼人电视节目我爱看，捐车给心疼人还能省税。行，爸您高兴就好。当您繁忙的时候，我们陪伴您的家人，现在就捐车给心疼人，还可以获得一台家用血糖仪。捐车电话8889885168，发发发，九发发，我一路发。